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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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就是想让圆圆明白，其他人能给他的，我方乐一样能给他。我们俩要这孩子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你们老两口能够接受我们。我是想你们当上外公外婆，那得多高兴一事儿。可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我想这些都想多了。你这叫两句吗？别在那煽情了，说的全是那些没用的。是真好吗？我们老两口没给你提什么要求，就是让圆圆先把这孩子做了，等圆圆事业上立足脚了，站稳脚跟了，到时候再要不一样吗？我们都跟你们说了，到时候你们带不了，我们替你们带。这么多日子了，你给句回话吗？我们那天好话说了一火车，你有点反应吗？等圆圆真正立足脚了，站稳脚跟了，再要迟吗？叔叔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把他有件事前车之鉴想告诉你们，既然今天你们两位问起来了，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。我跟圆圆家孩子没了。啊！你什么时候没的？哎，别别别，你别在这儿哭啊！快快快！怎么回事？别哭别哭，进来。怎么孩子没了？哎呦，你进来，这就没了。孩子没了？孩子怎么没的？什么时候没的呀？你怎么不说实话呢？什么时候没的？他们呢？啊！坐坐坐，慢慢说。别哭。孩子怎么没了？是说没就没了。不是圆圆在哪儿呢？现在这怎么说？圆圆上班了。他刚没了。你傻呀？他怎么还能上班呢？你的这个体检报告我看了，都两周了。不是陈大夫，你要不能听我说说？行，不用解释了。这个运值怎么不但没有上去，反而还降下去了？你是不是没听我的话，又开始减肥了？方大夫，你也知道我是个舞蹈演员。我们这一行对体重要求特别严格，如果吃太胖了，我怕跳不动。我让你减肥，你做到了吗？我已经尽量少吃了。可这数据表明啊，你最近一点都没有控制饮食，还有暴饮暴食的现象啊。你的事业和生活我没有办法帮你来做出选择，但是你既然想当母亲，你就必须要做出牺牲。你看看你的啊，体脂不到20%，你要想怀孕必须增加体重。而且你看，你一直在减肥，还吃那减肥药，你不仅当不了妈妈，你将来内分泌系统被破坏了，健康都被损害了。喝酒了吧？啊，转氨酶怎么一下子高了这么多呀？我就前两天闺蜜过生日，你看我这种性格能不喝？喝了几杯白酒。那你还想要孩子吗？想，咋不想呢？这个酒是严重影响你的肝功能，你知道吗？你过三周再来复查，说明我希望这三周时间里发展下去的话，你能增加5斤体重。你这个烟戒了吗？这个上面都能看出来啊！血压那么高，这跟吸烟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哦，关键是刚才你一进门啊，这浑身都是烟味儿。是吗？这个原因是导致你主要怀不上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就算你怀上了，这个吸烟也会影响你孩子的发育。可是我老公也抽烟，我们家人都抽烟。就算我把烟给戒了，那二手烟也够我呛。那你就问问你老公，到底是要孩子、要你，还是要烟？你的这种体质不属于是产后发胖型的。我们医院有个产后康复中心，你可以去咨询一下。生了宝宝以后可以来这边学习锻炼。你管住你的嘴，迈开你的腿，每天要至少走5公里。进餐严格的按照上次我给你开的那个膳食表，就你这个体重继续下去啊，孕妇的高血压、孕妇的糖尿病都会出现，将来有你好最受的。下次三周以后过来复查，瘦10斤对你来讲有点困难啊，瘦5斤啊。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，你不仅可以当一个妈妈，还可以有一个舞蹈演员的身材。真的呀？对呀，前提是你必须按我们说的去做才行，不能再减肥了。哎。
秦医生，你看我这五斤膘贴他身上多好，我也省得减了。我这也犯愁呢，我是吃什么都不胖。要不你们两个人互帮互助，你监督他运动，他监督你吃饭，我看行。谢谢秦医生。没事，记住啊，别减肥了。一个过于自律，一个是太不自律。是水。有些不良嗜好，能戒还是戒了的好。尽量。你自己不也说了吗？喝酒对肝功的损害特别大。我确实在努力，真的。你应该看到我的努力了。哎，医生您好。哥，什么名字？陈明，你的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啊。问题可能不是出在你这，可能出在你爱人呢。要不让他来做做检查，看看精子含量什么的。啊，医生，我还没结婚呢，但是我特别想早点要个宝宝，好当个辣妈。哎呀，您不用这么目瞪口呆的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先上车后补票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真的特别想要一个宝宝，医生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你呢？43岁，你这是属于高龄产妇了，正在到了生产那一步啊，也许会比较危险。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秦主任，我挂专家号就是为了这个。不瞒您说，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个学霸，本科毕业后呢，我就硕博连读，博士毕业后呢，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啊，孩子也能快上小学了，可我呢？连恋爱都没谈过，匆匆忙忙就结婚了。婚后呢，我就一门心思的搞学术钻研，等真正要孩子的时候呢，发现自己年龄已经大了。我和我老公真的想要个孩子。从这个化验单上来看呢，你的左侧输卵管有些狭窄，我们先做一个月的保守治疗，看看能不能恢复。您就直说吧，我能不能怀孕生孩子？别着急啊，别急别急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要服用这个广运元的定冠丹，这个药呢有调经然后促排卵的作用。等下个月排卵之前呢，我安排你住几天的医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检查，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有这个受孕的条件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说下一步，可以吗？我怎么帮你 啊你的私生活我无法干涉，不过我看了哈，你才24岁，你是不是重新考虑一下要孩子的事情？拿怀孕生孩子作为择偶的砝码，这是不道德的。医生，我看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想拿小孩去当成逼婚的砝码。你说现在不孕不育医院那么火，万一让我赶上，那么倒了八辈子霉了呀！我真的是特别想要小孩。咱们做一些保守治疗。女啊，如果看看他连小孩都没有的话，他的人生多不完整。先观察一个月，在这一个月期间呢，我给你开些药，在下个月排卵之前。我给你安排住院几天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进行一个全方面的检查，看看适不适合受孕。我都听您的。关于这个高龄产妇，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您放心吧，我和我先生都商量好了，如果有万一，先保孩子。你说的是最后几句话，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。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孩子，的人生是很不完整的。但是你不能光为自己去着想，你还得想想孩子。现在医学非常发达，不可能出现你说的先保孩子还是先保孕妇的场面，就算有那都是电视剧里面的。你要对现在的医学有充分的信心，明白了吗？为了孩子吃多少苦我都愿意。女性怀孕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有质量的性生活，重要的是质不是量。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才反过来，从刚开始你就句句带刺儿。我只是告诉你事实。凭你这么对病人说话，那你让我怎么说？不是你还要站起来打我？这位患者，作为医生呢，我们把话说得很清楚了。如果你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未婚先孕的话，回家问问你的父母。不是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们俩一唱一和，两口子呀、啊？你们有你们这么对患者的吗？把你们领导给我叫过来。看清楚了吗？秦栓柱，妇产科主任。你可以随便去告，随便去告。脑袋拴住了，神经病你吧！
没事，来。下一位。对，刚才说的那个药啊，别忘了啊。嗯，广玉园的定坤丹啊。您看一眼。别！你可饶了我吧你！别跑啊！你给我看这干嘛？你看一眼。圆圆，你看一眼。我看他干嘛？圆圆。你这个看这算是怎么回事？让别人看见我怎么说？别人看见没？这一道杠一道杠，它证明我没怀孕。怀孕是两条杠，我现在没怀孕，我现在是个正常人，我不是孕妇。别，圆圆，你这怎么我懵了啊？你不刚刚怀孕吗？怎么就怎么又没了？金总，我以前不跟您说过一个秘密吗？为了您。我可以放弃这个孩子，我不要孩子。你可不能这么说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保证书。五年之内，坚决不要孩子，专心工作，圆圆。这可不是我不让你要孩子，你这犯法，你这往单位领导，你这不让你要孩子，这你知道？秦总，我想过了，能否重新回到直播间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在您的领导下永远鞍前马后就够了。不是。喜欢的圆圆又回来了，哎，你怎么这还真回来了？放这儿不太好。哎呦！啊，哦，好好好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嗯，你别生气啊。怎么样了？北京去巴那接老三了。有他受的了。说什么都不能动手打人，那倒是，我绝对赞同。一个大老爷们动手打女人，真让人瞧不起。什么男人这是？秦大夫，晚上要不要再喝点？不喝了，昨天晚确实喝多了。少喝点。我舍不得呢，不是你也是，你怎么敢打我闺女呢？她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，你怎么竟敢打她呢？哎呀，爸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失手了，失手，真不故意的。不是我可以饶了你，但是他哥在家呢，他哥哥饶不了你，你说怎么办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您帮我想想办法。我该。答应怎么不知道还手啊你？还大男的，我哪打得过他呀？你废话，我一大男的，你从小怎么欺负我？管的就是你！别碰我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方向，你从小你窝里横，你知道吗？到外面没本事，你知道？哎，我打死你！啊、我跟你说，救命啊！你拍死你！啊，竟敢打我的闺女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我饶不了你，你往哪儿跑？哎呦我！我跟你说，救命啊！你跑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我叫你跑！哎呦喂！我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爸爸，我不敢了，不敢了！打死你！上行人顶住！别动！打死你！打死我！打我！爸爸，我不敢了！爸，你怎么真打了？你怎么真打了？爸，你躲开！别！站住！算了，站住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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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说哪了？别打你，给我！你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们俩和好了，和好了，爸。哦，我不生气了，不生。你看是我先错的，我把他你看脸上挠着血道子，是我先挠的。不行不行，不够深，我再给你。不能抱我来，我都脱相了，爸。真不生气了？嗯，不生了，不生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我错了，我再不敢，再不敢了。我跟你说，再有下次，我咔嚓一声。你把你手给剁了，你甭等下回了，那不就是咔嚓得了呗。苍天在上，没下次，肯定没下次了。行，那道歉吧。啊，小飞象，我错了啊，我给你。哎，不是，那给什么呀？这给吗？给小飞象的。哎，爸，啥没有？啊，打一回打出一钻戒来。你看，回头了你再来，我再打你，来一次我打你一次，打一次买钻戒啊，买买买，你给给给给。谁还敢打？再打都破产了。你看，这是给你买的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嗯，行了，行行行了，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跟北京回家吧。哎，啊，好，快快快，等着。嗯，打疼了吧？不疼，正合适。用手重了点儿，哪是重了点儿啊，爸？你每天在家练什么呢？我这牙都快掉了。下次我注意点儿、啊。还下次？哎、别了，我注意点儿。还下次？走了。嗯。走了。走了。走了啊！哎。哎，你等等。我先养两天啊，爸，您不会养狗、啊、这？不是，你都养这么大了，我狗不会养、啊。还吃不？没那么回事，爸。哎，不是我现在闷得慌，养它给我是个伴儿。那我们走了啊，走吧。爸，没看出来，您就是咱胡同影帝啊，啊，演技爆棚。想什么呢？他不知道毛毛是我孩子，是我心肝宝贝儿，说拿走就拿走了。毛毛是你的心肝宝贝儿，你也是你爸的心肝宝贝儿。他是怕咱俩再因为毛毛吵架，他是心疼你，怕你受委屈。你怎么明白？那过两天能送回来吗？哎呀，没问题。不行，我得把毛毛的那个罐头给他拿过去，还有那个他的那个小雨伞，还有他那小鞋子，还有他那小衣服。通过这事儿，哎，你爸真的是老谋深算。你爸老谋深算？不是，我说，哎，通过今天这事儿啊，我受教育了。你爸深不可测，老英雄，智勇双全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南征北战。什么呀？我爸当兵那会儿，全国人民已经解放了。哎呀，那可惜了的，他要赶上战争年代，他能成李云龙，他能亮剑。那到我这儿来啊，就得守我这儿的规矩。第一。不许随地大小便，第二别毁坏我那个菜园子去。怎么着，咱也得改个名啊？小母狗咱要起个女孩子名字，方小丽、方小虎、方小熊，都不喜欢这玩意儿。刘大妈，喜欢刘大妈这名字是吧？行，咱就叫刘大妈。刘大妈。刘大妈，哎，叫我干嘛？刘大妈来了，叫我干嘛呀？没叫你，我叫你干嘛？没叫你，你没叫，没叫我怎么过来的？什么刘大妈，刘大妈，你叫半天了吧？不是，我叫这狗啊！你吃饱撑的，你骂我是不是？啊，管狗叫刘大妈啊？没有，你那肚子坏水我还不知道。打狂犬疫苗了吗？打了。六连打了吗？打了。拿证来，我看看。在我那老三那儿了吗？赶紧送回老三那儿去啊！把证拿来。那不拿来，我上派出所把你狗没收了，你信不信？信，我全信。还笑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再笑死你！等着你等着。钱啊！甭管多少钱，你能原谅我就行。
我原谅你。白衣飘飘，东方不败。走，能帮我拉下椅子吗？谢谢，请白小姐。白小姐比我想象的更优雅端庄。没想到东方先生是个型男。刚才我自作主张帮白小姐点了牛排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牛排？七成熟可以吗？巧了，我就爱吃七成熟的。太好了。东方先生这么了解女人，是不是经常跟陌生女人约会呀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方云，没这词儿啊。假的。你假的，你竟然跟我说一声啊？不说好了这个说的吗？有几个呀？哎呀，继续。白小姐，我个人觉得之前的约会跟我们这次的约会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啊，对不起。不应该问你的隐私。来，幸会。幸会。东方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设计。哦，怨不着这么有心。白小姐呢？服装。难怪这么漂亮，太适合你的气质了。谢谢。白小姐，嗯，你的发型非常精致，是吗？很干练，很清爽，让人一看过目不忘。这叫招手停，不知道东方先生愿不愿意停一停？哎呀，方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再别这样行吗？牛排怎么还不来呀？那要不退了吧，我跟他说一声。哎，别，接着演，接着演。东方先生，初次相见，有个小小的礼物想送给你。白小姐太体贴了，这四个字儿太适合我了。舒适睡眠。为我们的舒适。睡眠。你这话不能慢一点。放下来。你怎么不方便？请拴住，放下来。哎呀，不方便还帮你提着。我自己来。不是，你看你怎么那么倔呀？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无影踪，
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？行，青山就你等着我。慢点，这个鞋到处乱扔。天哪！妈，哎呦，好重！哎，你跟爸打架了？打什么架呀？这胡说胡话呢！接着呀，妈，你还等着圆圆接呀？没有没有，妈，这个时候他圆圆不能干。是是是，妈，来把衣服给我妈。乐乐，这现在是关键时候啊，这不能让他累着，不能让他苦着，也不能让他冻着，这再着凉了可怎么办呢？注意啊，我下回注意。快来坐着啊！我下回注意。快来坐着坐着。您先坐，妈。不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这？你这爸妈的叫着，您这乐乐乐乐的唠叨着，你也忒亲热了吧？你们俩不以前见面就掐吗？哎，那不是以前了。对对，做饭去。哎妈，哎，做新的啊，旧的不能吃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坐着坐着。哎，圆圆，你知道我跟你爸也不是那些不讲理的老人，我们做的这一切呀，不都是心疼孩子吗？啊，那以前这不管怎么做，我们从心里都是真正疼你们的，也疼乐乐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们说不让你俩结婚，就是怕你们俩万一要是走不到头，你说那个时候离婚还不如早离早痛快呢，是不是？哎，行了，那这我说这干嘛？那些都过去了，而且你们现在也有这么高的觉悟，那我跟你爸呢也有言在先，我们也不能啊言而无信，是吧？所以说能宽容的就宽容，能接受的我们就接受。接受什么呀？接受我呀？我怎么说接受就接受了呀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！我都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什么事儿你们就接受他了呀？啊，圆圆，你什么事瞒着我呢？不是媳妇儿，咱爸咱妈接受我，你应该高兴啊。那个是这事儿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来着，但我就怕从我嘴里把这事儿说出来吧。你不相信啊？正好今儿他妈来了，妈，你跟圆圆好好说说。你去给我收拾收拾啊！我今天不走了，住着。哎，好嘞，妈。哎，哎妈，今儿我爸怎么没跟您一块儿过来呀？他能不来吗？你爸急着要来，让我给拦住了。
这个女人坐小月子，她跟坐月子是一样的。你爸听说了呀，这个心疼啊，昨天晚上就开始给我准备了。哎，大枣、红糖、核桃，哎呦，小米粥，哎，这一通准备，弄得我晚上都没睡好觉，一大早都把我撵来了。他是怕你们俩不懂这些规矩，将来闺女落下病根儿，那可麻烦了。尤其是这一个月，这一个月最忌讳什么？你懂的。懂懂就好。哎，什么坐月子呀，妈？我知道以后，我也心疼，我又心疼你，我又心疼那孩子。妈，我跟您说，没有什么坐月子，这怀孕呢就没怀上，哪来的坐月子呀？不是，闺女，你是不是说胡话了呀？没说胡话，我跟你讲，不是就虚惊一场，怎么回事呢？就压力太大了，月经紊乱，然后那验孕棒它过期了。那乐乐，妈怎么了？不是妈，这个您别生气，这事我得从头跟您往回倒啊。就是那天早上圆圆起来吧，刷完牙，她在卫生间里嗷一嗓子就嗷出两道杠来。我一瞧验孕棒两道杠，这是怀上了，怀上孕，我们俩要多久才要上？当然高兴。紧接着我们回家，我爸就把那个遗嘱那事儿就弄了。不是妈，闭嘴！这个骗人的大漏大骗子，你还骗子？骗子到什么时候？妈，你别生气，简直就是个骗子，对，骗子，骗子。回来我说，回咱自己家。我下了班我就回家，我这家我就根本就不回了。别告诉你爸，你爸才生气。哎，别骗子，你这个大骗子！别躲了，柱子后边藏不下你。不是，媳妇儿，就是你带我爸妈跟你解释去。解释什么呀？你闭嘴！窗口。右窗边啊。嗯。说你这人什么人品啊？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那真事到你嘴里都变成假的了，你叫我将来怎么混呀你？我怎么面对我爸妈？你让我怎么跟我单位的同事交代？我都成了骗子了。但是什么呀？但是这本来这事，我现在是个骗子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？我以后怎么混？我都被你害了。哎，我怎么骗你了？行，我是骗子，行了吧？那问题是我也没说瞎话呀。啊！要来，很好。哦，右，来走，很好，走，左。哎呦，来，右，谢谢，哎，不客气，来，小心点啊，哎，谢谢，太感谢你了，慢点。小张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秦呢？他没跟您说啊，他申请去生殖中心了，说有什么课题调研就过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跟院长申请的，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吧？谢谢。二十四，你看什么呀？我家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事儿，啊，对不起。秦山柱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躲着我是吧？你想多了，这边有个课题我要过来做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想躲我，你直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换科室？你让大家怎么看？能怎么看呀？换个科室，这需要说吗？不需要说啊，行了。没事，你去哪儿？别说了，你想换课程，我可以换。你作为主任，你怎么能走呢？你能不能别在这吵？行了，别说话。我没想在这吵。哎呀，你别出去干什么？哎呀，
行了行了，你知道你这样多伤人吗？现在有多伤人？有什么好伤人的？我又不是机器，我不是机器，你摁一下开关我就行了，行了。这就是一个生殖中心，看的就是这个病。我换个地方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就不想跟你个诊室工作了，行了吗？别跟着我，有什么好跟着我的呀？我堂堂一个生殖主任，我治别人的病，治不了我自己。看什么看？有病治病去！欢迎你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。神经病。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在家，你们把门开开，听我给你们解释行不行？啊，叔叔阿姨，叔叔，哎呦，您回来了，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帮您开门。我是那个对面那个女婿，对，对，那个贾成功是我老丈人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爸，别敲了，谁是你爸？滚！大人有好多问题解决不了，嗯，慢慢来呗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可以。嗯，啊，给人解释清楚啊，你想想对方是怎么想的。小飞象，开门！小飞象，小飞象，小飞象，哎，小飞象，哎哎，小飞象。我在这儿呢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开下门。小飞象，小飞象，接电话呀，我在下边呢，你怎么把门锁了？小飞侠，化验已经做了。这个事儿，那就赶紧找医生啊！找吧，因为那边王主任说，现在只能这样维持了。哎，不是，刘佳佳，你别，不是你老这样子，你让我突然，别，你让人看见，难受。我知道你难受，不，
因为你叔叔对我确实也是有恩的，我很感激的啊。不，这样我赶紧去打几个电话好吗？你等我消息，咱尽快，有多大办法请多大办法，好吧？妈，邵北京，邵北京，死货！小飞象。特别的冷静，我特别冷静的跟你说，咱们结婚吧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老婆，我是你老公，合法的，咱们大操大办。世界，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美丽，可惜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问题。 Chérie， 我无能为力，解决问题要靠你自己，宝贝，你要懂得，世界美丽在你心里，在我心里。世界有更多的问题，幸好我们心中仍有美丽，宝贝，只要学会宽容善良，智慧坚强，宝贝，只要唱歌，你会美丽，你会快乐，你会懂得。